放大雅阁 K9， 改装雷利芭蕉头段，四翼的设计，以及前段芭蕉以及下弯管。此为原厂拆下来之头段，为铸造品，口径也相对的比较小。另外，排气覆盖以及前段下弯管，由于雷利头段前端垫片的已改由铁氟龙万向碗形头之垫片，所以故不需要排气软管之设计，包含涵养孔以及吊耳位置，皆直接装上即可。前方碗形接头以及垫片的部分均附，直接一拆一装安装即可。